大家好，我是一 B 班梁卓耀。我今日要介绍的书就是罗拉老师教你画和谐粉彩。我很喜欢这本书的，因为呢它呢有和谐粉彩的颜色，它还会教你画和谐粉彩。好像这个这样充满颜色的画好靓啊！而我呢就画了这些的画。如果你喜欢这本书的话呢，快点去图书馆借啦。